我靠，这是的全新面孔。如果你们有幸第一次见到节目吧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厕所一下，这边太紧张了。你看他血有185万。好，厕所有人。这可能是最后一站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声。好，才20万呢、欸。欸、我觉得好像打不赢欸，看一下哦、喔。欸，天仙玉露嘞？那你想是不是死啊？靠呀，先补。啊，糟糕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等等等，哎呀！对，有了，反转，对。靠！啊！我想一下，我靠！对耶，我没血了。办！靠，忘记补钱啊！丢东西，丢东西，对。可以了吧？银库，库可以啊、哦，好，可以可以。现在快快快！快真好，10万。哎，
没有反转符，有。哦呦，还有乾坤一指，我就赢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靠！等一下，化尸水，化尸水，快给我化尸水！我靠，我赢了，我破完了。我哭了，我哭了，这游戏压力好大、啊，怎么可能？我竟然失败了！啊，看你要，我就是不看你们得到几，如果开始恢复了，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花之力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样，我已经回到，再，他回去，我没有，我来看你。一个寡妇挂了没？哎、欸。再见，爸爸爹。对，关系倒是我。对对，回来。别少欺负你。爸真是那扬州寡妇，超好笑。哎、欸，要接逍遥客栈的是海棠。哎、欸，嘿嘿，都是在后面的。哦，好感动哦。哎、欸，这一版太夸张了啦！啊，哎、欸，破那个我有多感动，有多感动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我这样子破不了，就是我前面都冲太快了。啊，把这边看完吧，厕所一下。感动哦！啊，这以前也有的嘛，对不对？结束了，就这样给我结束了，哈哈哈。好啦，谢谢各位。